宁二姑娘，还请留步。先生有何指教？金城燕翎没来上课，听永义侯府的人说是抱恙了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生病？先生，学生又不懂岐黄之术，自是不知。但你先前去过侯府，你走后没多久，燕家就找了大夫。你在监视我和燕家？原本是没有，那周英之是薛家派来接近燕翎的人。 你曾去他家拜访过，又与他在侯府单独说了许久的话，而薛家那边迟迟没有动作，所以说明是你阻止了周银之对燕家不利。先生终于肯信我了。信不信，还要看你是否老实。你没什么想同我说的吗？什么？你让尤芳莹去买许文义的生丝。 也是为了燕家，你连这都知道。不过，我只是想让方莹多赚点银子，她的日子过得太苦了。其实我更想知道，你是如何知道这生丝的价格一定会涨。当初京中丝价大跌，又因翻船而暴涨，传得人尽皆知。但这怎么跟谢薇解释呢？如果想要编理由。 那就编个像样一点的。很奇怪吗？我父亲是户部侍郎，管的就是钱。我耳濡目染，自是懂一些行商之道。我相信物极必反的道理。这丝价一跌无可跌，一旦求过于供，总会回涨。况且先前燕翎提过，这漕河上水况不好，我便想着若是有什么事阻碍了丝运，于丝价一定是有利的。我不过是赌了一把。赌了一把？我该信你吗？ 先生为何只敢信凡事皆有预谋，却不敢信真有误打误撞呢？是不是因为先生习惯了防备？到底是什么让先生竖起如此盾甲？和你说的那个秘密有关吗？反客为主，岔开话题这些招数对我没用。我只提醒你一句，不该插手的事情，以后不要插手。赚点银子都能被发现，我看未卜先知的不是我，是他吧。